再拉一个。你们什么情况呀？进场特效都没有。你有特效吗？我有的呀，还而且还是皇冠的特效。哦，那很牛啊。我也有特效的。你是要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我也没看见，只是你们看不到，你们瞎了。让我拉一个进来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特效。这群弟弟，你看嘛，你们没有特效，人家就不玩了。意思是我们想和他玩吗？因为你们就不会跟别人玩，好像你是配的一样。我根本就配的呀，我是小胖子。来，大妞，咱以后两个再说。可以呀，谁怕谁。走。走。哼，我还不相信你，我答应不过你们。还想给我们大妞清点装备？哇，三级风。SKS。哎，九大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哇，这是什么枪啊？你没见过，这是狗枪。管他啥枪呢，先去找小胖子。你们说要怎么打？任你选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我的狗枪饥渴难耐的。糟了，打不过呀。小胖子，你说怎么打，单挑还是群架？啊，这样啊。你别吞吞吐吐的，要怎么打啊？你问我要怎么打呀？我说你这种人打不打啊？这样打呀？到底怎么打啊？我要回家吃饭了。